们今天在噔噔噔噔 Donkey Hotel 买了一个白色日本熊本现产的白色的草莓，然后这一盒要1399。你看这个草莓的啦，哇，好酷哦！我第一次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就是白色草莓，今天第一次要品尝。我也是，看起来好可爱哦，你看，白色的，白色的。要帮我洗一下嘛，这个可能还是要先洗一下。对，我们洗一下吧。来洗一下，来洗一下。没关系，你先洗。不要用这个啦，用这个。你用这个，很丑。对啦，这个才丑嘞，快点。洗一下，现在够了吧？应该是不用洗的太久哈，你可以吃看看了。来吃吃看，品尝一下味道。拜拜。怎么了？跟一般草莓吃起来的口感有什么不同吗？它比较甜，它比较甜，然后它那个水很多，水很多。看它中间，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味道，神奇的味道，甜甜的，它不会酸，完全不酸，一滴都不酸，没关系。好，一滴都不酸。你可以先吃这个，你先帮我吃。真的那么神奇吗？出去，出去。那我吃吃看，怎么那么像水蜜桃？吃起来不像草莓耶，而且它非常的水耶，就是真的很水蜜桃感。我的有一点点酸，但是没有那个草莓味耶，这是水蜜桃味道吧？很神奇的味道，但是我觉得我的不甜耶，我觉得我刚吃那颗不甜耶。你的甜吗？超甜的，我吃的。那我再挑战一颗看看，因为刚刚我吃的那一颗不甜。我再吃一颗看看，你吃的超甜，为什么这颗又不甜？你的嘴巴坏掉了。拿去给牛爸吃看看。我吃到甜的了。没有吗？我吃。对，你的比较甜哎，但是它没有到很甜哎，就是，但是它不酸是真的，它没有到非常甜，但是不酸。去给牛蛙吃看看，这可不好吃。给它吃好吃啊。这一颗很贵呢，一盒要1300多块呢。品尝一下白色草莓。你吃到甜的对不对？我觉得它吃起来很像水蜜桃，没有草莓的那个味道。但是它超级甜的，超级甜，水分又超多。对啊，很水啊。好吃呢。好，你们吃吧。还不错啊。你要去把它享用完是不是？水真的超级多的。啊，长这样子。你看这个是我在 Donkey 买的。你在 Donkey 买的这个 Pokemon 的 Nano Block， 然后还有这个可以现在拍吧。这太可爱了，没有它这个是
治愈果子，但是它这个很酷的就是猫咪大便便呢。对，他说什么里面有一个猫咪，然后他大便，我不知道他是猫咪的公仔，然后里面有藏那个巧克力酱还是什么，但是就是总之感觉有点诡异，所以我们就买了，但是这个之后会在别支影片开。那我可以开这个。大家想要看这个或者跟这个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这个不用吧。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这个是抽贴纸的，我买蜡笔小新。然后我们还买了这个味噌汤减盐的。你知道我最想要哪一个吗？哪一个？这里面。对面有什么？你猜我最想要哪一个？不知道。这个啊，你给的么么哒哒子。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小鸡面我们也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就是泡在杯面里面的。我现在开这个。那今天分享到这边，下次影片我们再看这个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。